我哋每人都有一个好亲近嘅朋友，呢个朋友就系我哋嘅身体啦。好多时候，我哋都会忽略呢个朋友，过度咁使用佢，带嚟疲累同绷紧，但自己都唔发觉。今次介绍嘅练习叫身体扫描，好多人鍾意瞓喺度做，不过用咩姿势做都可以噶。练习过程要将注意力带到去身体唔同嘅部位，照顾下呢个好朋友。可以想象你嘅注意力好似电筒咁，逐一仔细观察每个身体部位嘅感觉，由脚板开始，一路去到个头。感觉可以有好多，例如冻冰冰嘅、暖粒粒嘅、软淋淋嘅、硬绷绷嘅，无论系咩感觉，甚至冇乜感觉都可以噶。净系好奇咁留意每个身体部位嘅感觉就可以啦。只要你想，几时都可以关怀下身体呢个好朋友。做完之后，仲可能会好似我咁，瞓得好冧，好舒服。不如你都试下。